先打好一个底，然后呢，最近我真的是黑眼圈，我觉得我化妆的时间都放在黑眼圈这个遮瑕的地方，那我还是用这个 IPSA 的这个莉亚，这好像男人哦，我觉得，先拿最深的这个，都已经快要没掉了。粉底呢，我今天用这个 Estee Lauder 的这个 Double Wear，就是那个水润版的那个 Double Wear。我这个还是没有装泵头的，那这么多，有一点点多。我说你这样子是苍蝇飞来飞去的。然后最后还是底妆，还是要遮一下我的黑眼圈。那最浅这个颜色来遮一下。现在我是喜欢这样子，点点点点点点点，点点点点点点。这次回国真的是胡吃海喝，我的妈呀，简直就是太可怕了！真的是，我凌晨可能2点钟都还在吃宵夜，My God！因为今天这个妆我想要有一个比较就是闪亮的质感嘛，所以呢，底妆我还是拿这个黛珂比较亮一点的。妈呀，我现在抖粉都是拿手来这样抖。主要是压一下遮瑕这个地方。前段时间不是回国了吗？然后回国呢就买了这两盘眼影。然后其实当时这一盘特别的火，前段时间，但是我还是抵住了这个大风，但是双十二还是没有逃过，因为我看到就是台湾的一个博主也是猛在用这一盘，我心想这么好用吗？他连修容，脸上的修容都用这个颜色，所以我说这个盘到底是有多火，而且我觉得双十二还挺优惠的嘛，那当时就买来试一下。那么的话，这个盘呢，其实我本来想了很多。我想出一个什么样的妆呢？我都没有想好，直到今天早上，我想说，哦，那我就画一个什么锦鲤妆吧，因为我最近看到挺火的，什么新年转运锦鲤妆，因为我平时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尝试这种妆，那么我就觉得，我去试一下吧，我在视频里面去尝试一下，然后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大胆的妆容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good try。OK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其实我没有 idea 要怎么画。我只知道一定要很精很粉，那我先画眼妆好了，因为这个妆会比较的浓嘛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先在妆前用这个最浅的颜色打一个底，应该没什么颜色这个，对，这个没什么颜色，只是让后续的眼影在上面更好的晕染。先拿这个橘色，然后再拿它配的这个刷子来试一下上。然后我锁定了这两个颜色，看一下这两个颜色是什么颜色。OK，其实这个是那种金色，这个是粉红色，那我就拿粉红色。偏光不是特别厉害，我觉得它的偏光还好，我就拿这个粉红色，然后盖在整个眼皮，比这个橘色的范围稍微小一点吧。这个粉红色的范围呢，就在眼窝以下的整个地方，你都可以铺到，
因为今天的妆很夸张了，所以呢你也没有关系。好，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我之前有用过的，这个颜色好美哦。这个颜色我决定拿来做下眼睑。铅笔刷 pencil brush， 我拿这个 深红色跟这个紫色混一下，然后放到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去。然后我再拿这个小刷子，特别小的一个刷子，蘸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，再去做一下眼后面的这个加强，范围就是在双眼皮褶皱以内了。天哪，我觉得下眼睑的这个颜色好好看哦。好，我现在试一下它这个金色。这里不是刚刚试了一个金色吗？我再试用这个金色比较好看，比较像金鱼的那种金色。还蛮金的，同样的这个颜色，我觉得这个刷子都要湿掉了。同样的这个颜色，我再上一点在下眼睑这里。哇哦，金的。然后这个颜色我打在卧蚕这里。我还是拿这个小刷子，然后去蘸这个颜色，这个就比较接地气了，这个颜色就画在眼睛的后三分之一这里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眼妆很适合戴一个粉红色的那个隐形眼镜。然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这里画一条很分明的线。然后再拿这个小的笔去加深一下上下面的颜色，断层的感觉，感觉不是很对称呢。我就像武则天一样，妈呀，是啊，刚刚鼻子没有画进去啊，再补一下，把它弄开来。然后呢，也是一个重头戏，这个 Fenty Beauty 的这个高光不是大火，我觉得是国内外都超级火。然后我把自己的手给整干净，就是那种波光粼粼的水光感的高光，它粉质也是非常好。然后它弄上手上是那种，它不是那种很 solid 的那种颜色，你看到了吗？是那种像一层玻璃透明面的那种颜色，波光粼粼的。哇，把这里的这个全都框起来，这个波光粼粼的颜色。因为我想就是高光，因为锦鲤妆肯定高光是非常多的，我想用这个颜色跟这个 Fenty Beauty 的金色，哎，刚好都是 Fenty Beauty 的这个金色一起来混合着用。然后我是想说苹果肌这里是这个颜色，好，我现在先画眉毛。眉毛呢，我还是有一点点想法的，因为我今天眉毛打算用眼影画，然后呢我想画成那种粉红色的眉毛。那这个紫色，因为这个紫色其实画出来还是挺粉的嘛，那这个
然后淡淡的深色，去画眉毛的根部跟下缘，再深一点，我想拿这个颜色混这个颜色，再加深一下后半段。好，这两边眉毛都底色已经画好了，然后眉毛上面呢，我也要刷一点高光，那这个金色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腮红呢，我选的也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高潮，就是有点金嘛。这里都可以连着带一些，旁边都可以刷一些腮红，太阳穴这里可以来一点点，哇，好元气哦。然后这里也是连着，我想要。然后呢，再拿一个大的高光刷，拿这个金色。好，我刚刚把睫毛膏画好之余，然后我拿了一个就是染眉膏，这个 Kiss Me 的这个染眉膏，把眉毛给梳了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有点颜色太黑了，然后还贴了一点小金粉。好，口红方面呢，我本来是想说用这个 Perfect Diary 这个水红色，因为我觉得很水嘟嘟的，但是我记得我好像还有一个这个人鱼色的，就这个人鱼肌色，所以我想说拿它来打个底。全嘴画这个有一点点十八铜人的感觉，就很没有血色。然后我还是上一下这个水红色的口红。